你这梳着没了吗？没了。我还想，我看咱俩那木木木那有刀会上，知道给你买过去。我还想，是不是你今儿理了发？哎，嗯，今儿理了发。啊，理了。这一梳啊，梳头啊。没了，过来你剪呀。梳，嗯。先穿呢啊。我理，哎，你别过来剪。就有点短的头发。就在这里先短的。嗯。我那正在转，跟恁坐着可冷了，好可吧？俺这。对吧？嗯，你今儿少了啊，还没把这太阳。 这都让他老姐了，要不见着，要不见着也看着了。真看住。啊？吃了咱这儿。今儿咱坐船上来。啊，给你。我在船坐船，我在没敢坐船，没敢拿回来。你没事，没，该吃个。在船坐船还没把事推。还没把事推。你吃几大不吃？我不吃，不吃。吃完，你看，我也不吃。来，我帮忙，我帮忙。 我给你绑帽子，叫你来喂点我拿回来。哎，你叫啥了嘛？哎，那那那那啥，这还没拿摘下来。来，好了，老铁。那位置吧。不是，这不是脏了吗？是不是？我过去，你没了。好。你没了。我今儿给你干干净。来来来来来，来，让你进来。来。 你看你今儿锁着头发，一天端上个夜，我说给我心情样了，你说，锁了个三块。我洗了手了啊，这心太阳了呀，你看看这回把我锁的，哎也不用了，管了，哎也不用了，洗了了，你咋着啊？是不是？嗯，整也整不着，不行了。过两天染染去吧。行吧。染成啥颜色？黑的吧。红的吧。 还有啊，加油焗肉。冻的呀。啊。没肉。哎呀，啥馅儿啊？哎，揉起来。啊。揉起来。猪肉大肠。所以说。啊。他说的给我弄两仨萝卜。你搁多少钱肉？又弄两仨萝卜？你让我弄几萝卜？啊。弄五六个。你搁多少钱肉？弄五六个萝卜。 弄的吧，两万多。啊，上回搁了70块钱肉弄了，7要萝卜，这回搁了40多块钱肉弄了5要萝卜。我不感觉到这回说他一说他就跟说我了，管他的，别吃面条，欠我老说别吃面条，欠是吧？就是。然后该弄哪个？这都得看不见肉了。那就萝卜，萝卜太多了。哎呀，我吧就多点吧，吃吧。 吃吧，吃吃不干嘛。啊，冬天就是吃萝卜。哎呀，你不吃萝卜，萝卜水果好啊，是不是？你吃过大壳不？俺没吃过大壳。大壳呀？大壳也没吃过，大壳也没吃过，啥壳也没吃过。叫大壳。啥壳也没吃过。下回我给你做大壳吃吧。大壳也不懂的。啊？人家现在你这一天呀，俺没多水，我想着肉片子的。 你多饺子馅，你都不会买了，多饺子馅儿鸡啊。还有多饺子馅儿鸡了。嗯。这是你干的眼啊！你等着叫我给你干眼啊！说你看你包这饺子小的，你叫我给你干眼，看这小子装的。哎，这不八个一碗？我跟你说，我切的铁大，我切大不愿意啊，怨我啊！你看看，包的馅儿，真馅儿！你看，哎，也不知道搁看见肉不拐了，反正是往上包。你看，咋看不见？搁那40块钱的肉，我了，多大肠子！管他多少，管你吃吧。就这全是山产鸡。他这我说的八个一百十块钱的，哎，顶上的。